那是啥子？八零年。1983年，你听牙刷。我是南美。啊，牙刷了。不是，我不80年就开始杀猪了，现在杀了那么多年，猪都找不到杀了。你好土啊！哎。对不对？多钱了？哎，他的。哎，老子就是点烟的。我今天说我进不来，我该进不来了，不行。其实上找不到几条猪，好几个人供一条猪的。那是新的植物啊！看这边啊！辛苦了吧？牛骨挂了没？啊？牛骨，你看我干？你也熬，今天熬了吧？今天这个集市上有多少条猪啊？三条，有多少人杀？10多个。10多个啊？嗯。那10多个的话，一个人才5斤的。不是几十斤啊？老过去回来了，看一下这些卖肉的部位都是空的，已经都是满满的，杀猪的也失业了。